哎、欸，孔爸，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什么车的发表会？你还问？上礼拜就试过啦。哦，X-Trail。对对对，那一个行程还不错啊，真的吗？而且我们流量非常高，已经破万了。这么骄傲？对、嗯，所以说各位朋友，如果想看那台车详细的试驾心得报道，请看我们那支影片。那今天发表会发布了什么重要讯息呢？最主要就是售价跟产品线都有大幅度的调整。售价我们先卖个关子，我们先讲一下，这是导入了一个算是一个概念，其实就是包含它的娱乐影音系统、传动动力，加上一些安全辅助系统。嗯，譬如我们熟悉的 ACC， 是这边是叫 ICC， 全部整合在一起叫做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。自行科技这套系统最后的愿景就是达到零排放跟零事故，之后它新产品应该也会导入这套系统。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售价，这一次呢，入门的 2.0 升经典版 87.9 万， 2.0 完美影音版 94.9 万，豪华影音版的话呢，原本是装 2.0 升引擎，现在变 2.5 升引擎，售价变 105.9 万。最顶级的 2.5 自轮传动的旗舰科技版，原本按照它加的这些配备应该要卖到132.9 万，可是我很难卖哈，根本卖不动啊！132.9 万，所以就他给一个很棒的价格，116.9 万。前两个礼拜试驾的心得，我觉得直接入主顶规那一台。哦，当然当然。为什么呢？看影片，我现在也不告诉你。最后还有公布月底前订车有什么好处？有七大购车优惠。第一个就是5次免费定期保养，3万配件金，5年切到险的高额零利率，还有 PM 2.5负离子空气滤网，还有68无限延长保护。68什么意思？应该6年8万公里。对对，还有100元以下维修零件免费，还有一个就是会送一个飞利浦家用空气滤清器，试驾33888。33888，3万多啦，33000。全部加起来呢，哦，你也是有省一笔起来。这样子送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去砍价去。哎，可是这个不是常态性的，对，本月底才有。哦，好好，今天都几号了？24号，剩一个礼拜订车。好，今天一起去就到这边。想要看更仔细，记得看我们试驾报道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